不会啦，也是未过节，条件全乱出来，去看到，就是伊咧抓法法抢劫，人大家就去叫杀掉，抓掉。但伊安尼去啊，酷酷排有效无？排人伊未甲保庇啦，这才是正神啦。你若告诉若讲，甲保庇可以偷渡过面，保庇可以抢过面来讲哦，这不是神，这绝对无的啦。我敢讲安尼，所以呢，咱即马这个春秋繁罗讲，正得食得福呀，不正食不得福，这句话你都还知影。所以我都常常讲，这个神乃是不定神。咱来看关圣帝君一首诗：苦修心不修，何用日夜求？拜神不行德，效果神不休。叩修心的亦修，就免向天求。自然天相助，无灾快乐游。这首诗是我看的乱腾那个杂志、这乱腾人的呼吸、乱腾那个杂志里面抄出来。这个诗是关圣帝君出的。这个诗怎么说？说你嘴在修行，人家说嘴念阿弥陀，心不修，嘴在修啊，心都没修，嘴念阿弥陀，心肝敢那来多，好用一粒球，然后就说你啊，天官跟暗打的球，打球心。你拜神也无做道德，甲买了后神未甲你保庇，休休就是保庇，不休就是未保庇。你随心随有修，心也修，求心合一。那安尼你万免向天来滴求上，自然天都会帮助你。你就无在样，快快乐乐过日。关圣帝君讲这首诗是足好的，虽然安尼白话白话，但不过这是真理啊。我在天公庙抄一对联，这对联是神做的、人做的，我不爱管的。那是神做的，是正神。那是人有在条做这首是正人，你若无淡薄仔正气心的人，伊无法度做这个念。讲向者修行，目以积德，焚香祷佛，需要问心。讲你生得真大富，地公真大只，来去拜神。卡数上，目前就是讲卡数，卡数你积多点。你摕一路行李来拜，卡数你摕200块去做善事。抬一只猪公，你卡数人摕1000块去做善事。向者修行，目前积多。焚香祷佛，你今来烧香来祈祷佛祖。两只手先望你的良心，你的心有天良吗？有道德吗？那他无天良，无道德，你那烧什么香，拜什么佛？这话不是我讲的，这是玉皇大帝，这玉皇上帝在天公庙这对联讲的。因为我真爱去这个庙宇抄一挂这的真好的联。还因为咱下暗要提早下课的关系，无法度搁再引进，所以只有引进一对诗、一对联，互恁做一参考。
会所有红豆 DVD 提供社会大众免费索取。中道会会馆地址是伫宜兰市延平路56巷38号。中道会服务电话：03-937-0033。本会网站包括着李水莲老师讲演实况影片的宣布以及相关资料，欢迎上网查看。网址是 www.amr.org.tw。